大家好，哎，我为什么要拿麦呢？不好意思，好像不需要了。Hello，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峻霖，真是好久不见了呢，又来到了我的生日了啊！现在我已经17岁了，是不是很神奇的事情？我又来这里跟大家一起见面了，又是一次直播。还记得上一次我直播的时候严重超时。希望今天我也是如此，好吧？我们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这个直播啊，我们给你写了1个小时呢，你也不要当真，你反正按你自己的来。对，他说只要不要超过12点就好了，不然确实有一点不太好打车，行吧？我就跟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反正就看着说吧，能说到什么时候就说到什么时候吧。所以呢。其实我现在所有说的话全部都是 freestyle，对，没错，我那个一句就是完全没有台本，好吧？今天全程全部都是我现在的所有的感想。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我这个弹幕是在离我不远处的一个电视上。为什么拿这个电视看弹幕呢？是因为啊。我视力好，我们工作人员才给我安排了这个特别大，看起来带劲儿，可以给炫耀一下我5点几的视力。真的是好久没有直播了呢，这样来直播一下还是特别特别的期待的啊！我都17了，昨天晚上我和宋亚轩在那儿卡点，他前面还在那儿写作业，写着写着还说："哎，不行了，不行了。"到点儿了，到点儿了，然后就开始，拿手机，然后陪我过0点。对，昨天特别开心晚上，然后我们有2个助理，本来在公司陪着我们，他们本来都要说走了，然后突然想起来，哎，明天是我生日，然后急忙的又马上订了一个蛋糕，我们12点的时候就在那儿吹蜡烛唱歌。对，为什么这个弹幕这么慢呀？还是说有延迟，就是全部都是什么贺峻霖生日快乐这些的，就没有什么一点问题要问我吗？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说我们这个直播吧，它没有时间限制，但是呢，它总得要走个流程吧。你们如果不问我一点问题，我撑不过这个时长，我会很没有面子的。所以说，快点问一点我可以回答的问题，好吗？我来看一下啊。为什么还是没有人问我问题呢？他们都不想问我什么问题吗？就想听我一个人在那儿说1、2个小时吗？总得有一点互动是吧？我这个，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单说1个小时的话，确实我也说不出来啊。今天晚上吃的啥？刚刚吃了2个西瓜。我决定一会儿直播完了再去吃好的。哦，为什么要说出来？算了，说都说了。哎，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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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给忘了，不是在这儿让我空说的，我是有那个问题的啊。他们说是粉丝征集了粉丝的问题，结果我说着说着给忘了，怪我。还有问题呢？没有啊，哦，原来这个错不能在我这儿，啊，谢谢，我就说嘛，我怎么会忘记流程呢？是没给我爸了，肯定是搞忘了，啊，今天表演星宝岛吗？啊，不表演了，不表演。那个，听说星宝岛都破亿了，在这里恭喜星宝岛，好吧？然后呢，有机会再说吧。我觉得表演了太多次了，我需要创新了，创新一下。哦，哎，这是粉丝们问的问题吗？是真实的粉丝问的真实的问题啊，就是从现在在看的这些
人里面那个有可能抽取到的啊。行，让我来啊公开处刑你们吧。第一个问题，小贺哥哥什么时候可以发多多的自拍和小视频给大家看？这个问题就问的特别奇怪啊，是吧？那我发的还不够多吗？我发的已经很多了好吗？自拍和小视频，我小视频还发的不多吗？你们怎么能这么？怎么说得寸进尺呢？这样做是不对的，知道吧？我已经发了很多的小视频了。至于这个自拍呢，我也有尝试，我有些时候也会发，但是连我妈都说不好看的自拍，我觉得发出来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就算了吧，算了吧。好，下一个问题。小贺哥哥最近在看什么书或者电影啊？可以推荐一下书或者电影吗？电影，我最近看电影看的还是比较多的。我想一想啊。哦，想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哦，有一部电影叫那个《心灵奇旅》。是一部动画片，特别的好看，是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推荐给我的。我感觉这十分钟里面，我提到了好多次我们工作人员，他们可能看我的眼神都是，嗯，怎么又说我？嗯，那部片子特别好看，因为那几天正好我好像就是，心情不是很好。然后我就看了那一部片子，看了那个片子之后呢，啊，顿时一下子就心情就好起来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哎呀，但是他们这个弹幕刷的好慢呀，这个而且也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真的是。哦，那我们先下一个问题。哦，这不就是问题，不好意思。小贺哥哥的 wink 练习的怎么样了？可以展示一下吗？我从来就没有练习过这个东西，好吗？又从哪儿凭空捏造、凭空想象出了我天天在练习这个东西？这个是怎么帅哥与生俱来的技能？不需要练习，好吗？可以展示一下，给我个特写。我这说的好霸道，给我个特写，老师。就是 wink， 左眼右眼都可以，左眼，右眼，不好意思，还是练，没有练习过，还是不太熟练，主要是不需要，我试一下左眼，这是右眼，不好意思，还可以吧，完全没问题。哦，下一个问题，小贺哥哥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会存在有压力的时候吗？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时候会有点压力吧。怎么可能一个人啊，天天在什么学习中和工作中都没有压力？那没有压力，他不就是天天躺着了吗？这也不可能。我之前就是有一个东西我一直没学会，哎，我特别烦，不取消。你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我那几天心情就特别不好，那心情特别不好呢，我就看了那部电影，哎，正好就上下呼应了一下，所以说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心灵奇旅》，真的特别的好看，可以治愈自己，好吧？下一个问题，小贺哥哥收到过父母最感动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希望小贺哥哥永远幸福。非常喜欢小贺哥哥的家庭氛围。小贺哥哥受到父母最感动的礼物是什么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我小贺哥哥的父母送给了你们一个什么样的礼物，他把我送给了你们，哎，自己被自己给
尬到好吗？好，下一个问题，小贺哥哥，17岁有什么最想完成的愿望吗？或者有什么觉得自己一定要完成的 flag 呢？我这个愿望说出来得吓死你们，好吧？我昨天不是说，哦，我今天早上不是说，我17岁的第一秒就在我们李总的办公室度过的吗？我17岁的愿望就是，是什么呢？我要坐上他的那把椅子。哦，不是不是，我只是想去体验一下啊。我17岁的愿望就是去坐一下飞总的那把椅子，怎么样？是不是非常大胆？人就是要胆子大，好吧？把这个耳返挂到后面去。我觉得自己要完成的 flag， 哼，我要把飞总的那把椅子给吃掉。啊，不是不是不是，其实最想。我要学会我们飞总的这个赚钱的方法，特别需要，好吧？下一个问题，小贺哥哥喜欢的时尚搭配是什么呢？最近有什么喜欢的时尚单品吗？最喜欢的时尚搭配，我觉得。哦，我最近挺喜欢那个戒指的，对。然后最喜欢的时尚单品，必须是拖鞋啊，因为拖鞋代表着锐气，我就觉得这符合我的气质。好，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颇有人仪式感的人，小贺哥哥有没有一件生日必做或者每年必做的事情呢？有没有一件我有没有什么每年必做的事情呢？想一想，收压岁钱算不算是每年必做的事情？到18岁以前都是每年必做的，到18岁以后，我也不知道我家里面是什么啊，要不要以后什么成年了就要发压岁钱？可能到以后就是每年都是那发压岁钱了吧。啊，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怎么突然说到这么伤感的事情上呢？从16岁到17岁这一年当中，让小贺哥哥印象最深的快乐或者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希望小贺哥哥能多多和我们分享快乐的心情。我今天就特别的快乐，好吧？因为我的几个好哥们儿，他们给我送了一些生日礼物。生日礼物是大家感受不到的那种生日礼物啊！镜头前的你们是想象不到的。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值得开心的事情？好，这些问题就全部都回答完了。一看流程单，这一趴10分钟，再一看那个电视的那个时间，哎，现在多久？现在13还是14？啊，13。你看这个超时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超起来的。我旁边的那一位深有感触，因为上一次就是他陪着我超时的，今天我们人越来越多，我们继续超起来。哎，所以说我现在要往下了吗？哦，要干正事了，干正事了就得喝口水。哎，这样吧，屏幕前的各位猜一下我下面这个环节要干什么，如果猜对了我就给你们弄这个环节，如果猜不对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环节跳过。啊，还真的有猜对的。啊，这好吧，那我们继续下面的环节吧。没想到你们这么聪明啊。说相声吗？啊，你怎么这么秀啊？你在我生日直播，你想听相声？你想听相声的话，你去找那个德云社的老师们呀。
栾老师他们是专业的，我这儿不行，我这儿不行。行吧行吧，那既然都猜对了，那就给大家唱会儿歌吧。啊，唱歌了。但是呢，在唱歌之前，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管你们答不答应，你们也得答应，就是我想让你们来猜一下我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名字。你们准备好了吗？这弹幕怎么这么慢呀？怎么还有刷什么伤不起的啊？今天不唱伤不起好吧？伤不起，要不然拍个训练集吧。他们也没有什么反应，那就是可以拍训练集的意思。行，安排上了，之后回北京就定上日程好吧？学起来，学起来，跟我声乐老师，我们俩在我们那个。唱歌的地方唱那个伤不起，其实我们那个地方不太隔音，所以隔壁有一家公司其实能听到我们唱歌的。等我回去了，这个音乐就得变一下。好，第一首歌，有人理我吗？屏幕前的各位，别在那儿什么哈哈哈哈哈的，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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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互动好不好？你知道这个一个人直播就是。没有一个面对面的人跟我说话，就需要你们在屏幕前面跟我好好的互动，不然这个样子的我会很尴尬的呢，因为现场又不能有人说话，这个我一个人说他们也，我怕他们看我就越来越尴尬。那来了啊，第一个提示，这个歌名是两个字，这个提示好像跟没提示一样。那第二个提示啊，这个歌名是一种动物啊，不是那个蜂鸟，不是那个，换歌了，那是2020年的事情了，朋友们，你们这样子我唱不了这首歌的。我突然想到这个提示跟那首歌一模一样，都可以唱，换歌好吗？这三个提示跟蜂鸟完全能对得上，你能信？这样我唱不下来啊！这个，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个问题？第三个提示，不好意思说，是一种可以飞得很漂亮的动物，你们自己猜吧。你们要猜蜂鸟呢，我就不唱了，我喝口水，等你们一会儿。还有提示吗？还有提示，那我不是直接告诉你们得了啊？不是酒醉的蝴蝶啊？怎么回事啊？怎么不是酒醉的蝴蝶，就是套马杆，就是爱情买卖啊？真是，我之前给他们提过，他们觉得这个场合不太好，我们之后唱行不行吗？他们好像猜不出来呢，糟了啊！这样我再提示一下，是陶喆老师的一首歌。哎，朋友们，能不能猜出来啊？猜不出来，我真的这个环节很难进行下去，好吧？啊，快乐星球啊，不是快乐星球，快乐星球要让马哥来唱，好吧？啊，什么是快乐星球啊？我都会。但是啊，我突然想到，就是这酒醉的蝴蝶吧，还真的有一点接近，但不能说接近，它差不多了，都已经。你们能不能再猜一下？就两个字。对，终于有人猜对了，好吧。天，这猜让你们猜个歌名真的费我的脑子，我在想怎么样给你们提示，可以直接像告诉你们一样。你们知道这首歌吗？应该都知道吧。还在吗？
哎，行了，蝴蝶已经猜出来了，可以往后了，可以往后了。我现在问大家的问题是，你们知道这首歌吗？是不是有延迟啊？怎么他们，哦，有延迟啊？我就说嘛，怎么我说了跟他们说了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面？我感觉我在说我的，他们在说他们的。还是有知道的，那我们来吗？我们来。等一下啊，我带个耳返，因为这首歌没有前奏，所以说我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再唱。我站到前面来唱吗？哦，蛮是有声音的。等一下，先不要。让我做好准备，这首歌没有前奏，所以说劲会特别的急促，特别的急促。可能你们都还不知道我唱了，我就已经开始唱了啊，它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说，让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了啊，框个全身，那我们再开始唱。哎呦，那我们。当这世界已经准备将我遗弃，像一个伤兵被留在孤独荒野里，开始怀疑我存在有没有意义，在别人眼里我似乎变成了隐形。难道失败就永远翻不了身？谁来挽救坠落的灵魂？每次一见到你，心里好平静，就像一只蝴蝶飞过废墟。我又能活下去，我又找回勇气。你的爱像氧气，帮忙我呼吸。我又能呼吸，你就是不愿意放弃。 OK 那我先回去，哎，我不想站久了，虽然我还要唱下一首歌，我也会出来，但是呢再等一下。哎，好听好听好听，还需要说吗？这不是必然的事情吗？啊，不行，不能这样啊。谢谢各位啊，这样一下子好像暴露了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你们刚刚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我。下一首，再喝口水，糟了，水不够了，能不能直接给我拿个水壶过来啊？要那种装热水的那个水壶，有吗？我先那个给你们说一下第二首歌，好吧？第二首歌的第一个提示呢，是我曾经唱过他们的歌。你们先。那个捋一下思路啊，贺峻霖曾经唱过他们的歌，那是谁呢？哦，那太多人了，好像并没有什么用一样。那我继续第二个提示吧。歌名是七个字。歌手就是这是一个那个乐队，是三个字的名字。哥，你直接给我吧。好，烫了，谢谢。好了，那我们继续。等一下，我接杯水。有点渴，好吧。我们这个直播好随意啊，我都感受到了随意。来，有人猜到吗？
啊，歌名是七个字，夜空中最亮的星。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不会数数了。我本来还想说夜空中最亮的星，都有人说这人是不是不识数啊？结果我发现不识数的人竟然是我自己，好吧？哎，怎么你们说的这些，你们怎么能想到这么多，七个字的歌呢？哎，我看到有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再给个提示，好吧？跟那个。啊，我来给你们比划一下。我一个一个字比划啊。听懂吗？知道什么意思了吧？注意它的响声啊。然后第二个字是。第三个字是，还不好比划。懂了吗？我再看一下啊。我一二三啊，四五字是，我一起比划。这是我。你要注意，这像是有一个那个啊人啊，等一下，我把四五六七，我把四五六七一起给你，真的有人猜对了，是我表演的太好了，真的是，结果一点没懂，只能证明说什么呢？你我的默契还不够，好吧，还需要修炼修炼。你不懂我怎么回事，你一定要再懂我一点，好吧。哦，猜出来了，那我唱吧，等一下我喝口水啊。我来了。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
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OK， 好，换第三首歌，换第三首歌。哎呀，我差点把这个水壶给撞倒了，那我就没了。今天可能大家就看到的是那个贺峻霖怎么处理这个腿被烫到了之后了。对，幸好。先放这儿。第三首歌。其实吧，就是刚刚这个当我们一起走过，我前几天一直唱错词，今天应该是直播看到大家之后情绪一下子就起来了，一个词没有唱错，真的就特别厉害啊。如果我唱错了的话，一会儿大家那个千万不要那个发出来啊，谢谢了。第三首歌，这首歌只比我小一岁，要不来个花手，要不您来个花手，我们两个互相摇花手怎么样？我先摇一个，你们也来一个行吧？能看你一眼吗？这不是一直看着的吗？好，我说第三个啊，第三个的第一个关键词是这首歌只比我小一岁，是不是很吓人？只比我小一岁。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应该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唱。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我说出这首歌歌词前三个字你们应该就能会唱了。前面三个字是怎么去啊，是怎么去啊，我哦吓死了。这首歌两个字，汉字，不是伤不起了，伤不起三个字，这次是你不会数数了好吧。还有红色高跟鞋，这不更离谱，我说两个字你给我来一个红色高跟鞋。哎，还是有人猜出来了吗？对，没错，这首歌就是知足。那知足送给大家，等我再喝一口水，先穿破洞裤好吧，有点冷，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冷。小贺，直播很好看哟。嗯，生日快乐哦，七岁了。张哥，谢谢你的祝福。祝我们快点回北京见好不好？还有，一定要履行你微信上的承诺哦，不然我就会把它发出来给大家看。张哥，我相信你一定看得到，好吧？好，那我来唱了。
是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够不能觉得足够。OK， 怎么说呢？我唱的歌都唱完了，下面呢有一个惊喜的环节要送给大家，但是这个惊喜的环节呢需要我热身一下，因为我说了我穿破洞裤有点冷，就需要大家等一等我活动活动，然后等一下给你们赶过来啊。我可能会在屏幕面前消失一分钟，但是我的声音一直与你同在。哦，像是什么什么 哪一个电台节目要结束了一样。不告诉大家要干嘛啊，我喝口水然后活动活动，不然有一点说不出来的那个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但是啊，我觉得我相信我的声乐老师应该也在看。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是不是还可以？还可以，一会儿微信聊啊。微信你肯定会告诉我今天怎么样的，我猜你一定看到了我这句话。人要让我演杂技的，杂技有点过分了，好吧？这个我也不可能给你们来个什么钻火圈啥的，我这个不是我的那个领域。等我一下啊。干嘛？然后是不是也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这个直播看起来有什么意义的样子？啊，稍等我一下。为了给大家搞一遍最好的，好吧？我怕另外那位老师也在看。那既然都出来了，那就补个头发吧。这样更好看一些，是不是？我觉得很好啊。人呢？是不是还以为就是才开始直播一样啊？现在进来的朋友们，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已经过去了很久了，不是才开始直播。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女团舞不是女团舞，什么女团舞呀？不可能有女团舞的。来吧，朋友们，一个惊喜送给大家。Broke. I filled your cup until it overflowed. Took you so far to keep you close.
I was afraid to leave you on your own. I said I'd catch you if you fall. And if they laugh, then fuck them all. And then I got you off your knees, put you right back on your feet, just so you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me. Tell me how's it feel sitting up there, feeling so high, but too far away to hold me. You know I'm the one who put you up there. Name in the sky, does it ever get lonely? Thinking you could live without me, live without me. Baby, I'm the one who put you up there, and I don't know why. Gave love but 100 tries, just running from the... 这个惊喜有点费人，有点小累小累的啊。什么？出去穿秋裤啊？你们给我准备了秋裤啊？不至于吧？这么快吗？哦，我就说刚刚走了一个人，他不可能去给我买秋裤去了吧？哦，不是啊，哦，那就行，这样我多没面子。行了，好了，才艺展示到此结束。接下来的时间全部都废嘴了。哎，让我缓一缓，让我缓一缓。哎，其实我不需要缓，我都是装的，好吧？我怎么可能需要缓一缓呢？下一个环节是这个样子的。我要去跟我爸我妈打电话。但是呢，不是单纯的打电话，是带有任务的。他们给了我一个任务卡哦，我是这个呀。然后，那不能让他们看着今天还有那个东西吧。然后呢，我先不告诉你们是什么任务啊，因为这个东西要保密，我怕我爸我妈他们也在看。然后呢，你们可以猜一下是什么。限时5分钟，如果任务成功就成功了，然后不成功呢，他们给我写要跳一个女团舞。啊，哦，我累了，我不想，我害怕，好吧，我现在拿电话了。开始吧。等一下，在开始之前，我要哎，先不准倒计时。哦，对，还要拿话筒，差点忘记。江哥有在看我直播吗？江哥，是不是很好看？小张张，快回我信息，小张张。你看看他们直播的时候都是，啊，受到这样的折磨，而我就要打破一下这个规律，我要去折磨他们。算了算了，先完成任务啊。给我妈打电话了，来开始倒计时吧。他会不会5分钟都不接我电话？那我不就尴尬了吗？哎，喂，喂，妈，哎，婶子，生日快乐，让我上个班。哎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快点，你看看看那个直播没有？你快。帅不帅？帅，帅得很。还可以噻，还可以噻。可以，嗯，那除了帅，你觉得还有啥子呢？嗯，还有可爱噻。哦，还有可爱，说没得，不要乱说。嗯、我都17了，不可能。17，你再大，在我这面前还是小朋友。哎呀，我的妈！哎，我爸呢？啊，就是噻。你爸在哪儿呀？要找你爸啊？
我因为他要不要再说我两句吗？要我麻烦我先看哈。刚刚几次了？一二三年。他一直说帅帅。他一直。喂。你好装哦。你咋个？啊，你咋这个样子的？我你的声音全部都是外放出去的哈。你就不要说你那个普通话了，我怕别个笑你。你要不要说一句嘛？你给大家听一下你那个普通话。哦，那就算了。那你意思我这儿上电视了？哦，对了，你上电视了，你快点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啊，打。给哪个打的？观众朋友们打招呼。哦。哎呀，你想我没打个招呼的嘛？咋办嘛？我要想哈，我说啥子嘛？你还需要想啊？哎，你觉得我今天咋个样子？肯定的。可以，不错。哎，唱歌呢？有我十分之一公里了。哎呦，你十分之一公里了啊，还可以，还可以。啊，其他的呢？快点。嗯。哎，我就是来听你们夸赞的，我又不是。这五分钟，我。又聪明，又可爱，又帅气。接着说。还接着说吗？哦，有啥子？有孝顺。哦，对，相当孝顺，乖得很。张总吧。你快点多说几个嘛！你多说几个，你不要。哎，你说，感觉你好像腿腿长长了点儿了嘞。你咋个在这儿来问这些问题呢？啊，对的噻，这个就夸奖你腿长噻。啊，也可以，也可以，我接受你的夸奖。对不对？哎、啊，这儿正在夸赞你的嘛，啥子嘛？你要，我觉得我们可能不需要说，要给大家带来点好东西哦。你需要说，你不需要。我觉得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希望我不说了。你咋个？你不可能在看直播嘛？你还在那儿跟我两个扯来扯去的。什么时候叫一言不合就发红包？咋个就发红包了呢？你们两个在咋子哦？我不该给你们俩打电话的。是噻，我昨天总点12点就跟你说生日快乐，就给你发红包。我看了，刚才我看了，好像观众朋友们都不希望你这个任务能完成。哦，刚刚说了，弟弟，你唱歌唱得好好听哦。啊，谢谢你，谢谢你。接着说两句噻。该你了，哥哥，该你了。啊，唱歌很棒，跳舞也很棒，什么都棒棒棒，棒棒棒。你在唱歌。你们俩在哪儿呢？你们俩是不是在车上？啊。对啊，我们在外面还有点事。我们在外头耍。哦，在外头耍是吧？哎，我好不好耍呢？嗯。哦，你好耍得很哦。那肯定噻，你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们两个肯定是，我跟你说，你们俩肯定看了的，你们俩故意的。你这花我这儿有5分钟时间，你在那儿跟我说天天向上，好好学习，这些话不是一会儿晚上都可以说的吗？你硬要这个时候跟我说，你肯定是，你们两个肯定现在在开直播。哦，我不相信你们。我猜到你的任务是啥子了？我还想还有几秒钟，我想还说不说？好吗？哦，还说。哦，儿子，我爱你。丫丫，我爱你。啥子不是这个？那就没搞了哈。啊，要得嘛，那你们回来要请我吃饭，反正那我不管。你们两个都猜错了，你们俩还。热吃。对了，好。啥子？你跟人家猜错。好了，时间到了，人家跟我说，我没得办法了，我又要表演才艺了哈，拜拜。哦，要得，好，拜拜。哼，拜拜。拜拜。爱你。要得，爱你，拜拜。这两个人故意的，我看出了，我爸就是故意的。什么公开任务啊？不公开了，啊，公开吧。哦，不好意思。
看到了吗？哦，要念一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五分钟内夸奖贺峻霖17次，你们觉得可能吗？我觉得正常人聊天也不会在五分钟要夸别人17次吧。我觉得你们做这个任务就是来故意整我的，我是看出来了你们的别有用心，气死了。为什么你们的表情突然变得期待了起来呢？好像这才是今天的那个重头戏或者开始一样。哎，愿赌服输啊！我不想赌啊，是他们让的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要不然我就单方面推辞了，算了算了，还不行啊，那来吧。啊，但是这个是真的啊，因为这东西我今天才晓得要跳女团舞，所以我今天才可能因为知道可能会有这个东西，我才学了一段，啊，可能跳的不好，大家那个谅解我啊，谅解我，给大家跳一版猛男版的女团舞好吗？我给忘了怎么跳了啊！这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等一下，我想一想。想起来，再来一次。再见，我要去其他的星球生活了，这里已经容不下我了，好吧？哎，我看到有个人说什么最怕这个气球爆炸，我现在突然坐的有点不太安稳了。好，那我们继续下一个环节，就是要写我这个愿望清单。愿望清单，来了啊！哦，他们居然把这个笔给我开好了，因为我今天开这个笔的时候，我以为是这样拔了，你们知道吗？然后我就一直拔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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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结果笔还是没有打开。好了，再跳一段吧，真没准备了。这个真没有了，真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姓名，那姓名我肯定不会写错的呀。贺峻霖，一定是这个笔不太好用，写的不太好看。我喜欢别人叫我什么呢？叫我富贵啊！不了，这名字多少有一点那个，叫我小贺哥哥吧。希望丁哥可以看到，也希望马哥、张哥，还有小宋哥哥可以看到，好吗？我喜欢别人叫我叫小贺哥哥。你们一定看到了，我喜欢别人叫小贺哥哥。什么叫这时候我在？这时候我在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在这儿吗？这是哪儿呢？重庆。我要写地球。
们这个这个愿望清单搞得就像那个做那个什么问卷调查一样。这真是我迎来我的什么叫我迎来我的什么就十七岁还是什么、我还以为像别人什么我迎来了我的什么新婚之日啊、不是不是啊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我说别人我说别人十七岁最想要做到的事情最想要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呢最想要做到的事情是这是我十七岁到十八岁的愿望清单吗是吗今年的还是一直的今年的好的最想要做到的事情是我最想做到什么事情我想做到的事情有点多想做到什么事我居然在这儿卡壳了我天最想要做到的事情哦我知道了考大学哦对哦我明天就要高考了啊这考我想考的大学最想要去的地方我知道了时代少年团二周年演唱会现场这字好多呀我天我也希望各位可以来好吧来现场现场才是最好玩的最想要得到的夸奖夸奖什么夸奖呢最想要得到的夸奖哪位老师没关静音最想要得到的夸奖、突然笑了最想要得到的夸奖小贺哥哥真棒希望张哥马哥丁哥宋哥都可以听到这句话小贺哥哥真棒好吗最想要达到的高度最想要和太阳肩并肩我其实刚在想这句歌词是啥来着突然想起来了最想要吃到的东西最想要吃到的东西十七岁还一下子想不出来要吃什么有个人说我有点困了我有点困了是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吗你为什么会困给我精神起来不许困怎么能这个样子呢最想要吃到的东西哦我知道了鲱鱼罐头我想试试煮着会怎么样哦加榴莲放锅里煮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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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邪恶了太邪恶了
最想要克服的困难，想要克服什么困难呢？去坐一次过山车。啊，这句话是假的，不是真的，我只是说着玩的，都不准给我，不行不行，我说着玩的，哪有什么？啊，怎么都困了吗？都困了，我下线了啊！再见再见再见，各位拜拜拜拜。就想克服的困难。二呀，我跳的真不错，回来我们可以享受前排吗？啥？二呀，我跳的真不错，回来我们可以享受前排吗？享受什么？为什么他说？二呀，我跳的真不错，回来我们可以享受前排吗？啥意思？不是我真的怎么听不清楚呢？啊？什么前排啊？什么东西？我先听，我怎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二呀，我跳的真不错，回来我们可以享受前排吗？什么叫回来我们可以不什么前排啊什么啊？可以可以可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哦，他想看女团舞，啊，不可能，不可能，我刚刚没说过，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怎么不说清楚话呢，丁哥？啊，一会儿找他吧，不能这样搞我好吗，丁仁心？最想克服的困难，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看吧，我都还没有写完，最想要克服的困难是。不怕累，这个真的很实际，好吧？我是一个特别怕累的人，就是身体上，比如说做什么俯卧撑啊那些，我就特别什么这耳背的也没谁了，我怎么就耳背了？我只是一时间没听清楚嘛，我脑海里面不是要想一想他到底在说什么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最想要见到的人。哎，哎，我这是今年的愿望，我现在也可以是吧？是这意思吧？只要我还没有实现呢，啊，时代少年团合体呀，那必须是，都好久没有见到了，啊，可以吧？哦，不对，他是最想要见到人，我写时代少年团的几个帅哥，还有时代少年团的。那些长得好看的粉丝们，最想要舍弃的东西，我的帅气。这样好吗？也可以吧。哎，这东西太负担了，太负担了。最想要提升的能力，最想要提升的能力，各个方面都想提升，没有单方面。最想要学会的技能，最想要学会的技能，哦，对对对对对，最想要学习，这个不错，想起来了，修车。
为什么呢？因为今年还不能考驾照嘛。哦，我才17嘛。等丁哥他们买了车，他们三个成年人买了车之后，哎，你说要是他们车突然有点问题，我可以帮他们修是吧？我修了，他们肯定会免费让我给他们坐，哦，免费让我坐他们的车啊。这时候我也掌握了一个技能，等我如果买车了之后，哎，我都可以自己修车了啊，修车厂的钱又赚不到了。行了，写完了。哦，好像还要写一个什么隐藏的愿望是吧？就写在这上面也行是吧？隐藏的愿望啊，没问题。好了，我把它放进去。放得进去。哦，刚好。好了，那我们这个结束了之后呢，就要读信了。读信呢，这一封粉丝给我的信，然后现在要读一读它，来看一下啊。来，亲爱的小贺同学，你好，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再祝你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哈哈哈哈。谢谢你的祝福。你也一样，你也一样，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我在你17岁将至的时间给你写信，不知道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拍东西，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很累。我也不知道你是多久写的，但是其实这几天我过得都特别开心，然后也不累吧，反正我天天都现在挺满意我自己的状态。对，你马上就17岁了，17岁是一个，那是个多么好的数字啊。你就哦，你像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出生的第一缕阳光就照在你的身上。我的17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你的还在，你还有18岁、20岁，你还有大把的时间盛开，我多替你开心。嗯，谢谢。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们的 BGM 是不是应该点一个什么17岁那年的雨季啊什么的，来烘托一下我们这气氛。小贺，我想对你说的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虽然我上面问了那么多问题，但我并不等待答案，永远都不等待。你只需要轻松自在地做好你自己就好，你不需要为我们做满分答卷，你不需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我不奢求你是个满分的人，我只想要你开心，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正直善良努力的孩子，对于我来说这就够了。在这里呢，要谢谢你这封来信，好吧。然后接着往下，从12岁到17岁，你已经给我们太大的惊喜。我每次看见舞台上的你都在感慨，你表现得这么好，那私下的你又需要多少次的练习，重复多少次的动作，学习多少知识呢？我想象不到，但我为你骄傲。不只是我，对于所有爱你的我们来说，你是我们的骄傲。小贺，感谢你出现在大家的眼里，感谢你选择了这条路，也希望你永远不会为选择了这条路而后悔，希望哦后悔沮丧，希望后悔沮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突然，希望你的努力有回报，希望你有就是向人倾诉的欲望，希望你有消化情绪的能力。许多人都喜欢捂住自己，不让亲友窥探。我希望你不是，我希望你对爱你的人充满信任。我希望你眼里的世界永远美好。
我希望你不要活得太累，我们慢慢来，时间还长，不必惊慌，哦，不必慌张。生日快乐，小骄傲，你是最了不起的你自己，祝福你会考顺利，来年高考顺利，也祝福你能完成自己的梦想，在更大的舞台上继续闪耀，永远会有人爱你。需要念他的名那个啊，不能念，那就不念了，给你留一点那个小惊喜。也谢谢这封信吧，反正怎么说呢，我这段时间呢好像也做到了大家给我来信上面这样写的这种状态，我自己其实挺满意自己的。我也觉得说时间还长，慢慢来，不着急。哦，还有，我先放这儿。哦，谢谢，这是公司给我的。还有，碰到这个麦了。还有这个花挺好看，我把花放地上了。我来念一下这个来信，不然桌上放不下了。嘿，我嘿，来了。哎，这个称呼我也挺喜欢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贺仙子，是哪位写的？我狠狠地表扬一下 ，to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贺仙子，正好17岁的生日和炙热的夏天一起来了，生日很好，祝你生日快乐。当然夏天也很好，所以也祝你整个夏天都能这样快乐。这样出生在盛夏来临之前的小贺老师，好像也拥有着独属于初夏的超能力，温和又生机盎然，哦，生趣盎然，热烈却恰如其分，像小太阳一样永远照顾着别人的情绪，也像冰汽水一样随时可以让人感到开心。这样的你独一无二，也不可替代，所以也希望你可以永远炽热，永远相信自己。其实说实话，对于新的一岁的期望和祝福，除了希望你一直快乐之外，还真的不知道要再说什么了，要再说什么才是你需要的。希望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勇气呢，其实你早就是一个可以徒手打败恶龙的勇士了。天，这个形容好可爱的形容啊。也希望你可以看到更多这世界的美好呢。其实这个世界已经长出了你心里开满的花，所以得出结论，贺峻霖这样就很好，就一直爱你所爱，就去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吧。知道你不习惯听这样的话，回头又要吐槽起鸡皮疙瘩，好烦啊，真是自己念出来自己的想法真的特别的不好意思，好吧。但过生日的小朋友就应该收到漂亮的花，就应该听到真心的夸，还押了个韵，这些都请你心安理得的收下。哎，没想到吧，这也能押，你看居然这样的还能跟我对上。送给你的风铃花有一个特别的花语，叫做感谢。谢谢你毫不吝啬你的欧皇的力量，好像真的有让很多事情顺利起来，希望你也可以事事顺利，心想事成，生日快乐哦 SDFJ。 怎么说呢，谢谢我们公司还有粉丝 送过来的来信吧。我也不知道说啥，反正之前呢我也确实有一段时间好像感觉自己的那个情绪嘛，就是其实起伏也比较大，然后天天呢也在想自己啊，必须要做到一些什么样子，自己才会开心起来。但是呢，最近我就发现了，我好像慢慢的，就是怎么说呢，释然了很多，或者说是，自己让自己开心起来了很多，就是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就好，好像什么事情也不着急。也没有
就是什么事情是那种特别特别重要，好像你现在不做你就会以后就做不了了，或者就怎么说呢，就没机会了一样。我觉得一切都慢慢来，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人跟我说了这样的话，我之前还不相信，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了，好吧。就这样吧，反正也谢谢我们公司还有粉丝送过来的，我都收到了，然后我自己呢我也觉得我做的就这样。说多了，马上啊，马上连线任务。我喝口水，我倒口水喝。我就像是那个刚去公园的那个大爷一样。喝口水。好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吧。先声明一下啊，因为他们几个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像有要会考的，明天就会考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呢我也不能说了啊，反正就是他们今天确实来不了，所以说呢，但是他们等这个连线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们就来看一下谁有机会能够先打进来。这样吧，你们觉得我像是那种会一个一个说的人吗？我直接拉个群好吧，我要让他们来一起夸我。等我一下，我把他们几个给搞出来。哎，丁哥是在看吗？丁哥为什么？喂，哟 ，Hello， 好吵啊！什么好吵啊 ？Hello，Hello， 他说你好吵啊，哥。怎么可能？哦，你们两个还在公司啊？拍着吗？在拍着吗？没拍，没拍，没拍。我那个我镜头对着我这边呢，没拍。我会给你们看。啊，那就好，那就。哎呦，喂，哟，小刘，前面是什么？早啊，早啊，早上好，早上好。不愿意接受我自己。哎，这两个人在哪儿啊？这女孩。哟，张哥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张文在哪儿啊？我在老家啊。张哥，啊，你在老家。张哥，张哥，张哥挺嗨的，张哥。马哥呢？哎，我马哥呢？哎，我马哥呢？哎，怎么还没见？我马哥永远。他是。马哥那个哥没有他，马哥消息有点慢啊，马哥。没有他在群里，他群里说话，但是他估计就来了吧。他来了吗？他来了，来了吗？来了。你们看一下，看一下啥？他们明天就考试了。啥题啊？哎，备考。丁程鑫，你今天骗我呀？啊，你那个是装啊？你那个是装啊？你那是装我。我怎么可能一下晒这么黑？我太吓人了，我还天真以为你真的就晒黑了，好吧？今天我一起床，我看见你们不知道，我今天那个我叫丁哥，给我打那个视频电话，我正在睡觉，结果他打进来一打开那个人，我说哎，这是哦丁程鑫，我说丁哥怎么可以这么激动吗？今天那必然激动啊，张哥，看着他激动。啊，张哥，你的几个哥哥弟弟都已经做出了表率了，张哥。怎么说嘛，回来再说嘛。啊，好好好，那就不告诉他们送了。哎呀，天哪！梁文帅哟，梁文就一直在凹造型。梁文头发太长了，哎，那个。马哥怎么一直进不来啊？马哥怎么进不来啊？马哥。张哥。谁扣一下他？张哥，哎呀，好恶心啊！张哥，我那个，我明年高考，你能把你那个资料给我吗？不是，你们都在这个视频里面干什么？我天，啊，幸好我没转过去。好恶心啊！你们都在干什么呀？我的天！你信不信我马上把这个镜头转过去，张震远？那完了。那三二一，给大家看一看，张哥。哎呦，马哥！哎呀，哟，这不是马哥吗？马哥终于来了，好吧？我
三叔在干嘛、啊、不要啊不要啊。哎等一下马老师啊。嗯。今天我生日不在你不在。那个你能不能回北京给我做顿饭啊要为什么不见了喂喂喂还在吗喂什么喂你在说什么什么客人 我看着你在请客人能不能给我做个饭喂有一点什么没关系那哎好吧其实我有任务来的我就告诉你们得了马佳琪你能不能给我回北京做顿饭好吗谢谢了马佳琪马哥你最好了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听清楚张哥你能不能不要再说话了稍微闭一会儿嘴好吧谢谢马哥真搞听不见你看我跟马哥合体了哎真的对合体了合体了马佳琪我跟张哥合体张哥张哥、喂德叔、嗯、对张哥你把那个视频截到你的鼻子呢丁老师啊丁老师啊合上了吗、哎、你能不能穿女装给我跳个舞啊丁老师合上了不是你们听贺姐姐说话别人无奈说贺姐姐说话贺说话贺姐姐说话、哎、什么稍微加速这六个人完全不理由我好吧他们自己在聊自己的没有没有没有你快哎聊完了你哎聊完怎么又出去了那个我直接告诉你们了呗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马老师、啊、你能不能给我做顿饭吗马老师聊完要是再老一下网不好信号我可以我可以啊他可以啊太好了马老师可以马老师对我最好了我呢我的饭我的饭不好丁老师呢我饭啊张哥要给我做饭那我也肯定希望张哥也给我做饭啊但是张哥你除了能给我做饭之外你能不能把你的高考复习资料也给我呢这样的张哥才是最好的张哥好吧你又不选物理哎但是我选政治真相了好恶心马哥好啊好啊你说什么哎、丁老师、啊、能不能丁哥哥能不能给我穿一次女装跳你说什么呀听着好尴尬呀等一下啊那个你不可以啊你别说了、嗯、您来了我在老家呢我从老家过来的我天我们小刘来了给小刘一个地方等一下等一下好兄弟好吧 What's up 哎你今天微信说的那个再来一次什么什么什么哎你不是微信给我发、哦、你我兄弟是那个吗对今天小刘给我发微信他给我说了三四遍你给大家再来一遍我昨天晚上也跟你说了对对对我们突然不理他们了今天小刘给我发了那个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不要乱说我说的我都说我说你我兄弟、哎、北子兄弟对嘞对嘞行行行感谢小刘来好吧你是不是在外面等着我在楼下等着的真的吗可能是不是你等久了怕我等久了是吧我应该快点结束前面的话我看你跳舞呢可以吧你们两个能不能正常一点等一下安静一下我许个愿好吧好流程还是得走一个好耶、yeah.小刘真是其实吧、嗯、我有预感你会来他们一直我们往这边走他们一直跟我说你在老家然后我就对啊我都已经 我就越来越不相信了但是呢我后来还是相信你在老家了所以说还是特别开心没事没事我许愿了我许愿了再不行了灭了我好了我要吹这五个人真的
我吹蜡烛了，我吹蜡烛了，大家要不要配合一下？那三二，我说我吹蜡烛了，你们要不要来配合一下？那三二，想再帮我挺帅的。哎呦，突然开始唱歌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OK OK， 谢谢，感谢各位，好吧。哎，我吹蜡烛了，我真吹蜡烛了，哥哥们。谁呀、啊？谁？他们。各位，我吹个蜡烛，让小刘弟弟陪你们玩吧。我许个愿，哦，我许过愿了，我吹蜡烛。来，三二一，来三二一，哇！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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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六位这么吵的好哥们儿一起陪我过生日，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对对。但是，对对对，但是我还有一个事情要说，就是各位，我是有任务的，那个你们自己看一下任务列表。任务列表吧，你们自己说个是就行了，我们就可以愉快的聊天了。让小丁穿女装跳舞。小丁穿女装跳舞可以啊，小丁。我还要说土味情话。你说一个吗？丁哥你就答应一下嘛。这样吧，你给我跳一个，我给你跳两个，行不行吗？丁哥，你给我跳一个，我给你跳两个。谁的网特别卡？怎么回事？丁老师，你给我跳一个，我给你跳两个，成不成交？我觉得你会待在丁老师。求求了，丁老师。丁老师从草原回来。丁老师，求求了。他今天真的，他那个画的那个黑的妆，真的把我吓到了，你知道吗？是的。他跟我说、啊、这就是我正常的颜色。丁老师，那个你给我穿女装跳一次舞，我穿女装给你跳两次，成不成交？宋轩，你不要这样。给我跳一次，我再给你还两次，你就故意的吧？我的天哪，血赚了，丁哥，赶紧答应。哎，他怎么把我放地上了？嗯，我、哦、这个视角好刺激哦。你在这儿，他瞎瞎起哄干啥？那这样，上轩，给我发两百。你要让我先来吧，我就在你旁边。最后一个，你都来都来了，我们两个慢慢聊。浩翔弟弟，我想听你叫一声哥哥。啊！叫！快快快！卡了叫卡了！快叫啊！他们哎，不，这两个人卡了，真卡了，被绑架了，怎么办？浩翔弟弟，他们应该像那个尚轩，像鱼一样鱼。说了，我听到了，快叫一声。他那个勾走，就走了。他叫了。听到了。什么？那我任务算完成了吧？算吧。哦，还有耀文，我耀文是最后一个，耀文可以慢慢来。OK。怎么只剩他了？都走了。这些人跑得太快了吧？
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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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们刚点了丁哥的那个。亚轩不至于吧，宋亚轩不至于，不至于。像个流浪汉。你今天是真的没那个？那这样这样，我先把你们放旁边了，等一下。最后一个，弟弟，来都来了，给哥讲个土味情话呗。好。你知道你跟星星的区别在哪里吗？不要说，我知道你应该猜到了，但是你不要说出来。好，在哪里？星星在天上，而你在我心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爱死这个土味情话。真的，虽然猜到了，但是没关系。但是你说出来的就是和我自己想的不一样。对。它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对。好吧。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耀文来了呢，我确实不能只顾着自己，就是跟大家我们干什么聊聊到十二点，这个还是算了。我和耀文一会儿我们去吃饭去。好。然后我们下去吃蛋糕了，还有我要和这我们其他的好兄弟们一起聊一聊。我们切了蛋糕再走吧，我们先切了，我们切了蛋糕我们再走。好。然后我们就要下播了。朋友们要吃蛋糕吗？包邮哦，包邮哦。我直播到十点。这个我拿掉了。田耀文就在这儿。我今天还问他们，我说真不来，他们说真不来。他私信跟我说他直播到十二点。我没有说过，我说时长不定，你怎么能造谣我呢，丁哥？时长不定，那可以到明天啊。那确实可以到明天嘛，但是你们几个来都来了，那就下去聊天了呗，就没，就不能再说啊，不顾着你们是不是？没关系，我们没关系的，没关系，我也觉得没关系，我们也没关系。小贺过得开心，这个直播。你们怎么？你们太好了。多跳几个女团舞。没有女团舞。要不然你觉得呢？我下去看看。我们没有镜头呢，没有我们的镜头，我要出镜。这么多女生，我们要出镜。给亚轩一个镜头，亚轩要出镜。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亚轩要出镜，满足亚轩。不要，满足亚轩，好吧。那好，我先切蛋糕了，我切七块，好吧，我切七块。我们亚轩。亚轩。亚轩要出镜。亚轩要出镜，那我转了，我真转了，亚轩。不要，我转了，哎，怎么就我一个人在镜头里？完了，张哥出镜了。张哥，我把你转出去了，张哥，三二一，哎，少了一份，哎，张哥出镜了，六个，张哥为什么要去国外？亚轩真搞笑，好，七个，来了，切了，来吧，切吧，先看你切，但是他这个放中间真的很难受，你觉得吗？我这样切。切到最下面吗？这些大哥真的很好笑。这如果你是时代少年团的一员的话，你会被他们笑到。第一刀切完了，切完了。林东，我要看你的。然后我们再切。他说什么？你们就像不动了一样的吗？卡了。那第二刀，哪儿不动啊？真的像卡了一样。哦，马哥好帅呀、啊！感觉他们被憋得太坏了。马哥走的忧郁风，憋太久了。我先切上面吧，哦、切七个了。我也可以。哎，你现在中考完了，不就没事了？对啊，太爽了，是不是要成高中生了就很爽？对啊，我来吧，真的感觉当高中生。亚轩在干什么？哎呀，亚轩，喂，怎么说？耀文说当高中生好帅啊！把拿我的麦吧。
拿这个，你拿这个。不用不用，麦。喂。张哥。我说，当高中生好帅啊。耀文不当高中生也帅，好吧？耀文，好，然后我接着切。哎呦，我第一次用今天这个纸。小何，前面干啥？小何，前面小何，是你在干嘛呀？结束了。为什么这会儿耍帅呢？结束了。哦，我以为你们说结束了。结束了。你准备？你准备准备啊！你九月份也得。不愧是小孩儿，快了，快了，快了啊！哦。张哥，你现在干嘛？张哥。马上十六了。张哥厉害，张哥不愧是你。啊！我们要玩，马上就十六了，真是。我们那几天，我们前几天还在研究，我们说你上大学了，他们三个就毕业了。对。真是。太爽了！我真是我爽。张哥，你的哥哥弟弟们都表示了，那个你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呢？好，没问题。啊，我马上切完了，我马上切完了。笑死了，笑死了！好看吗？好看吗？蛋糕，好看吗？好看啊！我太好看了，我天！最后两个，最后两个，最后两个。好恶心啊，三轩！我发现张哥今天的词汇就是：三轩，你在搞什么？三轩，你又在干什么？小贺，快！我要吃蛋糕，小贺。那这个我给你寄过来吗？哎，这个蛋糕看真香。这蛋糕看起来真的挺好吃的。等一下下去把它分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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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也吃掉。你吃六份可以吗？好了。你帮我把我怼到那个怼到蛋糕先，我来一个云蛋云吃蛋糕，云吃蛋糕。太阳。云糕。啊！快吃快吃！聊完，帮我把蛋糕抹一块给哥哥脸上。我把蛋糕带回来抹到你脸上，双轩，我告诉你，你别搞我。这是习俗。耀文直播完了，直播完了直接把贺的头直接摁蛋糕里。耀文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好吧？好了好了好了，这样，我把这个叉拿过来，大家就。哎，怎么哦？两个，你们云吃，你们只能云吃了。各位哥哥弟弟们，好了好了，我们吃蛋糕去了。哈哈哈几个人就在里面。哈哈哈哈哈！我想到口水了。停啊！太精彩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没有理由，停了。这样，我们两个碰一个吧，我们碰个蛋糕。好，等我们一下啊。贺说什么？贺说什么？哎哎，贺什么挂了呀？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给你。小贺吃的你。啊，这个没插着。蛋糕，小贺。这个是他们吃的。好。来碰一个。准备。谢谢耀文。不客气。来，突如其来的。惊喜啊！好，我们吃一个，也谢谢各位。快再云吃，云吃，云吃，云吃。生日快乐！要喂他们，来喂你们，来吃。来吃。来，带我们把那剩下那几份吃了哟。好，那我们就再见了啊！等一下。啊，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这是丁哥的结束语，我还记得。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这一次呢，虽然几位都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但是我们依然过得非常的热闹。
也要谢谢我们小刘弟弟。你至少得再说二十分钟吧。不说了，我还要去吃饭呢，哥。吃饭，吃饭。不是，有我吗？有至少两个小时起步吗？你怎么这样搞我呢？好了好了，我先说完结束语啊，丁哥真的，慢慢慢慢下去吧。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下一次生日再见，好吧？下一次就是十八岁了，十八岁那肯定就是最不一样的生日了，就是成人了啊、成年人了，就是，对，好吧？那大家再见，拜拜拜拜。哎，我们都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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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硬要来，你们说吧，你们说吧，马不见。来要文，骂完了，先骂。要文先，要文先。不对啊，不对啊，耀文耀文在这儿，耀文最后来说。耀文有说不完的话，可以待会儿说。耀文要跟我说一晚上。对。啊，我们看着直播，看你们说一晚上。马哥真会。哎呀。都十七了。时间过得太快了，那就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这个新的一年啊，要继续吃更多好吃的，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运气也要继续欧皇降临，好吧，降临，谢谢我马哥，好吧，嗯，好运气肯定会分给大家的呀，我觉得可以，好，下一辈欧皇降临。丁哥，你现在越来越有一种老大哥的那个范儿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在思考的感觉都给我一种沉稳。丁哥不是一直都是老大哥、他现在越来越沉稳了，我天。贺小朋友不愧是草原，不愧是确实王卡，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开心快乐，希望你吃到越来越多的好吃的，啊，这马哥说过，嗯，希望你能快乐每一天，青春常在，生日快乐，好，谢谢您，不是丁老师，那个，你为什么自己要加这个环节？你现在笑的真的特别的，一卡一卡的。我们天天都见面、哦、我对我就是青青草原，没事可以来放羊，好好，真的吗？对，可以放羊，可以放牛，还可以放马，看一下群有黑马黄马白马啊，亚群啊，不是亚群，很多颜色，大家随意吧，随意一点好吗？快 Q 我啊，亚轩哥哥，你觉得呢？亚轩哥哥要送什么样的祝福？祝你，我开开心心，寿比南山，啊，福如东海。谢谢谢谢。啊，你在说什么？我那个微信朋友圈也有这样的，你这样的回复好吗？每天。祝你每天都比前一天开心。我知道祝福什么。啊，好，谢谢我们亚轩哥哥。张哥 ，Q 张哥。啊，张真源哥哥觉得怎么样呢？温柔体贴的张真源哥哥。我现在我说温柔体贴，张真源会有一种愧疚的感觉，我告诉你。来吧。张真源，你自己心里有一种愧疚的感觉吧？啊，温柔体贴的张真源哥哥。什么愧疚的感觉？你在说什么、啊？小心我把我们的那个记录给放出去。你快说吧，你快说吧，不告诉他们那么多了。怎么说？就是那其实你这么想要我的高考复习资料，我就把我的高考复习资料给你吧。没了是吧？授予天齐，然后他
啊，谢谢丁大哥的祝福啊，在这里感谢丁大哥了啊，把感谢丁大哥走一波。把张大哥也走一波，感谢张大哥、宋大哥，那个马大哥。严大哥没说呢。严弟弟。啊，严弟没说。还有小六弟弟。我叫严哥。严弟，快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谢谢。浩翔弟弟，快来，快来。想要的都会有，生日快乐，鹏鹏。OK， 好，感谢各位，感谢各位。不是，其实吧，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 Q 这个环节，他们在微信上面都发了这么多了，他们硬要在这还要来 Q 一段，算了，我们慢慢说啊，等一下，我先不挂你们。哎，那个，你还要走过场吗？好，啥？啥？玩一轮游戏。我也觉得可以玩一轮游戏嘛，小石头你拿布。等一下，让我们小刘弟弟先说完祝福，好吧？还有什么要祝福的？我就祝你兄弟。不，哎。你不是说一晚上吗？你至少得说一个小时。我没有说一晚上啊，应该是赫尔说一晚上，我在旁边陪他一晚上。怎么说？怎么说就是一晚上。把跟我一样。他们说的跟我一样，然后跟你说就是，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然后带我们一起去吃。好，没问题。我们一起去全世界吃。说得好，我前两天在北京又发现了一家。真的吗？对，牛排吗？有牛排，还有更好吃的。又吃了牛排。不是那个了，换了。他每一次都拆我台，丁真心就天天拆我，天天拆。好了，那个确实这个。游戏开始。不玩游戏了，真没有游戏了。他们租的场地就到十点，哥，没办法了，要走了。那个。还有十三分钟呢。那个不理他们了。接着奏乐，我们想听你唱歌。那个好，朋友们，真的这一次就拜拜了，然后我们下一次的生日再见。其他的话呢，我们几个其他的话就慢慢回去，一会儿再说了，好。再见，然后也期待我们小刘9月份的生日，好吧？那一天我肯定会给他送上惊喜的。下一次生日再见，拜拜，特别开心，好吧？拜拜。拜拜啊，谢谢几位老大哥，好吧。